小氣鬼行徑惹人厭，斤斤計較氣死人。人家请客的时候的那些地方，他就是不想去，他很怕说今天有人请他客的话，他可能有一件就是要还他。我很乐意为了一些好的东西付钱，钱要花在刀口上。对，你们两个一起去买把刀，就把它花在刀口上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1/2强。